阳光赐予我力量吧，我是光芒四射的龙勇士。哪怕你是金属的，也不能晒太多阳光，快出来。晒太阳怎么能少得了我阳光型男马大嘴？哟吼，马大嘴，你果然跟我一样有品味。成年了，到时得病别哭爹喊娘就行了。赶快二人组。真讨厌。他们晒晕了，得赶紧把他们拉出来。拉吉，小美快逃，我掩护你。想逃没那么容易。浴室是我的天下啦。怎么还有两只？我的游戏机污染你。还是用武力解决吧。数据分析，细菌害怕阳光。台长，快使用你的镜子。晒太阳可以杀菌，看，但晒太多也会受伤，就像他们。水，快点给我们水！看不见龙勇士了。那是镜子变模糊了，今天就教大家怎么让镜子光亮无心。哇，怎么做呢？只要在抹布上滴上牛奶，然后擦一擦，看。哇，果然看得见的龙勇士最帅了。龙勇士今天又要开始冒险啦！哇吼！跳跳，你知道哪种勇士最厉害吗？啊，哪一种？哈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小丑？小丑算勇士吗？是特种兵啦，勇士中的勇士。哇，难道马大嘴是特种兵？作为一只曾经的特种兵专用马桶，我经历过太多枪林弹雨，过去的峥嵘岁月已是过眼云烟。马大嘴太酷了，我也要做特种兵。好，
按照我的方法，一定把你打造成一流的特种兵。嗯，好。哇，太舒服了。哇哦，马大嘴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棱跳跳太棒了。马大嘴，这有什么作用？这个作用可大了，它是训练你弹跳综合能力最佳方法。我明白了，我跳我跳我跳跳跳。太爽了。马大嘴，这是训练什么？这是攀爬训练。作为一名特种兵，在执行任务时常常会遇见悬崖峭壁，这个训练就是让你可以轻松解决这些困难的。明白，马大嘴。请叫我长官。是，马大嘴长官。龙跳跳通过特种兵考核，正式成为位于特种兵，代号002。那001是谁？当然是我了。警报警报，乌眼青即将撞入。002准备战斗。龙跳跳别过去。马大嘴，你叫了龙跳跳什么？根据数据和姿势分析，这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按摩手法。报告长官，特种兵002击退了敌人。看见没有，龙跳跳用我教的本领打败了乌眼青。根据数据分析，这叫瞎猫撞上死耗子。既然你是跳跳的长官，那这些狗毛。002号龙跳跳听命令，新的训练任务是清理。不许再忽悠跳跳。关于淋浴房的保养嘛，首先每周至少清洁一次，定期检查拉门的滑轮跟合页，避免玻璃滑落。不要使用具有研磨效果的清洁剂或酸碱溶剂清洁产品，以免造成产品表面的损害。